如烟，他，你就让他安全的去吧。他不可能死的，他不可能死的，是他们，是他们害了他，是他们害死如烟的。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，我要跟他们报仇。 水如烟死，但他的死亡以及临死前怪异的举动，令丰泽耀无法释怀。为解开谜团，丰泽耀从水如烟的尸体上提取了细胞液样本。他不愿水如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，丰泽耀暗自立誓，一定要查明水如烟的死亡真相，捣毁川岛英子。 東方思わなかったんで、実験は順調でしょうか。厄介なことは、幽霊遅行前に朝顔花粉とバールビタール類とのの合成比率を調整したため、できたサンプルは、10検体に使用して、薬効、安定性が欠け、コントロール性の困難、拡大になり、 即死の意外状況を含む、かつ限らない可能性と判明した。私にどういたすれば？木材一杯、大量な薬剤、後期の研究と構成にサポートに使う。急げばよし。わかりました。 大量な木頭木材、粉末、一番やっぱり近接用。
你醒了。风泽雅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啊！我要杀了他！我怎么了？你要杀了我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！我要是知道你一大早上就发神经病要杀了我，我就不该看你昏倒在外边，还把你劳力费神的给背回来。你这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是好人，你给冯国辉拉皮条，你们俩狼狈为奸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狼狈为奸？相公带去的明明都是妓女，水如烟呢？她也是吗？水如烟，谁让她污蔑皇亲国戚来着？哎，你这么紧张，难道她说的是真的？就葬在金夫人的墓穴里。回头等雪瑶的情绪平复了，咱们想办法带她去看看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抽我自己，我抽我这个不要脸的混蛋！跟冯国辉狼狈为奸，残害无辜，该死的那个人本来就应该是我。别这样。你也是好意啊，想趁着辫子军寻欢作乐、军营最松懈的时候去救出水如烟，可谁知道他会突然暴毙呢？你把真相都告诉雪瑶吧。什么真相？你就是面具侠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有你自己的苦衷。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一个他不屑一顾的人渣公子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他崇拜的面具侠了。再说，就算我有苦衷，我有天大的苦衷，我的苦衷抵得过一条人命吗？可是如果你不说，没准他会恨你。怎么了，小姐？金雪要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听管家说，她下午确实是被姑爷扛回来的，而且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晕倒了。背回来的？
气死我了！昏倒？好好的为什么会昏倒啊？不知道哎，而且他醒过来以后就不管不顾的跟姑爷拼命，好像发疯一样。小姐，你说他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说呢？水如烟一失踪，金雪瑶就发疯，是巧合，还是？姐姐，快来救救我！如烟，被困在这儿，我好害怕。如烟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是你的妹妹水如烟。如烟，真的是你吗？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变成了这样。我恨你。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。不，水兰明，你是个懦夫，是你害了你妹妹，是你害了她。水寒冰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姑爷，小姐她中邪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冯玉玲，你撞过了没有？头好晕，玉琴扶我回去休息。哦，姑爷再见。走快点儿！你没事吧？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我想去把它找回来，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。媳妇儿，不要睡了，睡醒了什么都没有。小姐，这么看来，那个金雪瑶十有八九就是水寒冰了。那我们要不要告诉老爷？当然不要，我爹要是知道的话，封家会有麻烦的。可是他如果真的是水寒冰的话，那他不就是乱党吗？把他留在家里面，封家不是麻烦更大？我，冯玉玲自有办法。
醒了。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如烟姑娘的事儿，我……你是谁呀？啊？我是丰泽耀啊。丰泽耀，不认识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媳妇儿。这个宅子是不是重新整修过呀？啊？我记得以前院子里不是这样的。那原先有个大水缸，我六岁开门，起初就是蘸着里边的水，在地上练毛笔字的。云对雨，雨对雪，晚照对晴空，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。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。媳妇儿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儿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你看清楚啊！我们现在在方家大院，哪有什么水缸啊？扔掉了吧？没有扔掉，是根本就没有过。媳妇儿，你是没睡醒还是怎么的？你还记得昨天的事儿吗？如烟她……我饿了，我要吃饭了，我一会儿还要练字呢。媳妇儿。媳妇儿。喝杯茶，休息休息。哎呀，我不是累，我是急呀。当初金王爷为我们冯家铤而走险，临走之前还把他外甥女雪雅小姐留下来，以作万全。这眼瞅着陈道阁下就要来了，选择药材，
尚不知他开的怎样的条件。雪瑶小姐现在又变成这副样子，你让我，怎么向金王爷交代？这说来也奇怪，一直都好好的，没病没灾，这无缘无故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？他可不是突然就变成这样的。公公，婆婆，封家不能再留金雪瑶了。鸳鸯刀争雄掌争木，松花摇头亮入香肠。这是怎么了？他跟我当时一样，受到了刺激之后却不肯接受现实，活在自己的世界。你怪我这个不要脸的败类，给冯司令出的什么馊主意，害了如烟，好不好啊？有什么火你就冲我来，你就别折磨你自己了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少爷，您这怎么了？老爷让您去书房，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。爹啊！哎，哎，六叔，六叔，你干什么？少爷，老爷让您呢在这抄写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。好好的抄什么千金药方？少爷啊，老爷说呀，能从书上找出治疗小姐暴食症的方子来。雪瑶得的暴食症根本就不是病，你赶紧把门开开，我还要到她身边是守着呢。开门，开门！六叔，六叔，你是不是走了？六叔，开门！发疯了，嗯，起初就一个劲儿的要杀姑爷，后来就跟疯了一样的胡吃海塞，
我们都看傻了。他没说什么吗？报菜名儿啊，他就不停的报菜名儿。报菜名儿？除了报菜名呢？除了报菜名儿。哎，反正我跟小姐都觉得金雪瑶她就是水寒冰。水如烟为了保全自己的姐姐，当众撒了谎。水寒冰亲眼看见自己的妹妹入狱受刑，终于受不了折磨发疯了。所以现在正是审问金雪瑶最好的时机。少爷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雪瑶呢？雪瑶人呢？说呀！我问你话呢，雪瑶人去哪儿了？啊！冯三爷，住手！爹，雪瑶不见了。你先接过抄书去，我会派人把他找回来。是您干的？雪瑶是哪儿得罪您了？您非要把他赶走啊？他没得罪我，他得罪的是冯司令和日本人。谁说的？冯玉玲，一定是他。回去。爹，雪瑶是专程留下来帮咱们丰满堂的，他和金王爷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正因为是我们冯家的大恩人，才不能在我们冯家出事情，否则我们对不住金王爷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什么叫对不住金王爷了？冯司令只不过喊了雪瑶去问了几句话，冯司令都没有怎么样，您倒是先急着把他赶走了。说到底啊，就是您胆小怕事，没担当。小兔崽子，你敢教训我了你？管家，把他给我绑到院子里去，不让他跑掉，出去他就出事情。快，我干啥？绑他！哟，绑他！不能跑他出事了。真的对你不错了。自从你来了封家，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单凭你这张脸，就是我的心头大患。按道理说，我应该把你送给我爹，但是我不想封家再招任何麻烦了。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啊，只要你别在相公和我面前出现，我就当你是金王爷的外甥女。啊，你要乖乖听话，坐车回北平之后，乖乖的去找王爷舅舅，别再回滨江县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警告你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哎呀！长官，你们不能进他。少爷，他们。封少爷，你来干什么？听闻雪瑶小姐身体有恙，司令特地命我来探望一下。你听谁说的？雪瑶小姐在那里面是吧？我去看看。带着你的人，给我滚出冯家！那我怎么跟司令交代？少拿司令来压我！哎，你
你这话说的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我们可就公事公办了。哎，冷静冷静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冷静，你们都误会了，不是犬子不让你们进房间，是雪瑶小姐确实不在房间的。在不在，得看看才知道。站住！小姐。让我给扔了！你到底把雪瑶弄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让她在火车站耍了两个小时，真不知道她是真疯还是假疯。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一枪毙了她！什么？走！别再招那只妖精了，王玉玲。雪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雪瑶，风泽耀此时焦急万分。水寒冰遭遇妹妹的惨死，痛苦和内疚令他陷入了半疯的状态。这是水寒冰最为脆弱也是最危险的时刻，如果此时的水寒冰落入龙锁之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因此，不论是出于丰泽耀自己的私情，还是出于维护革命事业的目的，他都必须赶在龙锁之前找到水寒冰。来来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雪瑶啊？没有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雪瑶？哎呀，没有没有。哎，没有。你看到了吗？少爷，我没看见你。他今天就没来上班吗？娘，你别急，娘老板去临河了，说是晚上才能回来，我等。不是这个，媳妇来过没有？他不是在屋里躺着呢吗？让冯玉玲偷偷带出去给弄丢了。啊！现在关键是，龙锁也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我们必须在龙锁之前找到媳妇儿。雪瑶要是落到他手里，那就完蛋了。师傅，你觉得他能去哪儿？坟地。
知道这很难，但你必须要坚强起来，必须要面对这一切。 痛中缓过神来的水寒冰重新找到目标，要为水如烟报仇，必须从弄清他的死因着手。而表面对家族事业毫不关心的冯泽耀，虽然不愿继承父业，但他很清楚川岛英子与冯国辉一直觊觎丰满堂，这两人从一开始便在密谋着某项计划。水寒冰对此更早有察觉。 一边是水如烟的离奇暴毙，一边是川岛英子与冯国辉对丰满堂的虎视眈眈，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恰好存在着某种关联？伴随着今夜的化验结果，隐约意识到此处的丰泽耀以及水寒冰，共同得到了一条线索：巴比妥酸类成分。 韩冰，杨老板，哎，我刚到令和，就接到了阿四的电报，匆匆的赶回来了。听说昨儿小核桃在这等了我一天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如烟牺牲了。啊？我受了不小的打击。
不过现在还好，都扛过来了。很抱歉，韩冰，我这次去令和，就是为了向上级申请调派人手的事儿。哎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什么是错？什么是最后的结果？我不想说什么美好，什么苦涩，什么让人受尽折磨。不想再猜什么如果，不想再听潮起潮落，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百合，它在我脑海里穿梭。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如果眼是条悲伤的河，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。什么苦涩，什么让人受尽折磨。不想再猜什么如果，不想再听潮起潮落。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自由是微笑的百合，它在我脑海里穿梭。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，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百合，它在我脑海里穿梭。隐藏在面具后的我，隐藏了喜怒哀乐。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，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。